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 G 视讯的频道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，不要忘了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叮叮叮，身为著名女星钟丽缇的女儿 Yasmin 不仅继承了她母亲的优秀基因，拥有了天使脸孔和魔鬼身材，还展现出了她的独立自信。近日 Yasmin 参加了全球天后 Beyonce 的音乐会，不仅在现场尽情欢唱，更是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让人惊艳的变装秀。 Yasmin 穿着一套随性的白色吊带上衣和牛仔裤，一开始看似和其他音乐会的参观者并无二致，然而或许是被音乐和现场氛围感染，他决定进行一场惊险的变装表演，展现了无惧的自信。影片中 Yasmin 毫不犹豫地一手按住胸部，一手脱下了自己的胸罩，然后穿上了闪亮的平口短裤。此外，他还用一块布料巧妙地遮挡了敏感部位，以确保自己的变装秀充满神秘感。接着他又迅速脱下了牛仔裤，并当场进行了华丽的妆容改变。这一场惊喜的变装秀令现场气氛愈加热烈，他与朋友们一边听歌一边跳舞，为音乐会增添了一份独特的乐趣。 Yasmin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段精彩时刻时写下，当你在音乐会上现场变装，而不是事先准备好去音乐会，他的幽默机智和大胆创意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喜爱，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好了，今天小 G 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。如果大家对小 G 的视频有什么看法，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，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，小 G 会尽量为大家安排。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